公司开除的份上，你就安慰安慰我。怎么了？又在许愿的关键时刻掉链子，不能挽回的那种。你说我做编剧是不是做错了？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反对我？我爸妈也不支持我。我到底在坚持什么？如果这是你想做的，就别因为别人的看法轻易放弃。坚持梦想实在是太难了。干什么？冰冰。哎，王小安，你看清楚，我是贺峰。王小